为迎接龙年的来临，同时启动50周年庆系列活动，许氏森业集团举办了老许半桌新春晚宴，邀请各地经销商欢庆春节。迎春盛宴，3、2、1 Cheers！ 欢迎大家，谢谢。老许半桌晚宴准备了经典的半桌菜色，许氏森业集团副总裁林维章也特别分享了每道晚宴佳肴的巧思。除了采用许氏森厂出品的地道威州花旗参外，更加入日本北海道干贝、昆布及各种山珍海味，巧妙地将许氏所代理的各种珍贵食材设计入菜。除了享受美食外，老许半桌晚宴当天也精心安排了电音三太子表演，希望在新春带来天财气好兆头。今天我非常的高兴，50年呢、是半个世纪，半个世纪不是那么容易达到的哈，是半个世纪的时间，我们从事了这个行业，专门种花旗参来，给华人使用，所以这个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所以我们一家人，包括我太太，当时很拼，帮忙我把这边那个做成。然后，我大儿子恩伟 William Will， 他也是有这个兴趣继承，把这个事情做得更好，把下一个50年做得更好。所以我今年特别的高兴。其实一直很不希望我的儿子回来做，因为我觉得他如果不回来做，可能他会发展得更好。但是后来他是因为身体不太好，但我儿子也是很有孝心，就说哎，我回来接他，所以他就回来了。然后他就让他创一番下一个50年的业，就让他去开展吧，就这样子。这个公司已经50年，比我大至少差不多三年了，因为我还没出生，我父母亲已经开始工作。所以我回来的时候有一点难过，因为我知道他们花那么多时间去做的花旗参那么好，那么成功，这个公司做的那么好，那么成功，所以我也是需要回来帮忙接班。所以我也是属龙，所以2024年也是龙年，所以我们50周年应该会做的更好，那下个50周年也会做得更好，你们都放心，我们会有信心做。许氏及赞助商也总共提供了30份大礼，让所有与会嘉宾参与抽奖，宾主尽欢。私たちは28年の付き合いですけど、これからもですね、末永くですね、会社が繁栄することと、北海道の水産物をますます販売していただきたいというふうに思います。请到各大超市及许氏特约经销商选购许氏商品，许氏购物网同时提供各种不同优惠，服务专线18008261577或上网订购。利用这个机会给所有的华人拜一个新年快乐，恭喜发财。